好，我是 Gladys。最近春天快到了，然后我想给你们拍一期教学生视频，就如何自己给出租房做喷虫服务。这种药呢，其实很便宜，可以在沃尔玛各种超市买。一盒打开呢，有差不多三瓶的样子。今天这个房子呢，就是我发现它房子里很多马蜂窝呀、蟑螂啊、蚂蚁啊什么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正好帮客人做一个喷虫服务。这一盒药呢，你买过来也就是$10不到，但是一般你知道，你要找一个专业的除虫公司。至少要收你150块钱起去喷这么一个房子，它是一个那种雾状的，雾气会填满整个房子。那么我的这个专业套具就是戴上手套，不要说弄到手上，我会戴上这个口罩，不要呼进你的身体里。要保护头发，就会拿个塑料罩，这个呢要给它晃一晃，晃一下，每瓶晃一下。戴上塑料袋，我就做好我的防护工作了啊。虽然有点丑，但是呢很安全。然后把所有的橱柜最好都打开，因为这样它才能进到橱柜里面去。就示意一下给大家看哈，然后摇一下，把它放在一个高点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撤离这个现场了，然后让它那个药闷一闷。你学会了吗？